干的，它就没有那个鲜海鲜的味道。嗯。而且它的，从这个膨胀的程度来说，拉法叶泡发出来，它是个饱满的膨胀。对对对。它这个干的泡发出来，它总有缺陷。干燥的。嗯。干燥变花了。干燥的。它干燥的每个部位干燥的程度不一样。哦，对，毕竟它是一种凝结。嗯，这个地方不是那么均匀的。这个地方有个褶儿。嗯。泡发层还是一个褶儿。嗯。不管是从外向，所以说国内好多酒店它。